科长，你会不会打球啊？啊，我不行，我不行。怎么一次防守一点不进攻的？哎，建伟，看看还有哪一位高手啊？我不行就是一点。小张啊，听说你最近经常在磨刀霍霍，我看看你进步多大啊？啊，贾主任，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尽管放马过来啊。 这个姜啊，还是老的辣。哎，不能这么。贾主任，您提倡多参加体育锻炼，我们都觉得非常对，所以所有人都跟着你打球。是不是啊，吴科长？小张说的对，我们就是按照贾主任提倡的开展舞池体育锻炼。哦，对了，我们曲建伟啊，还来了一位新的高手。哦，还有高手啊？请他上来。马明，来，马明，快，就看你来，马明，他还是大学校队的哦，快攻就像闪电。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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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贾主任您好，我一直到区里来，怎么没见过您。我大学毕业新来的，我这乒乓球也是到了区建伟水平才提高的。是吗？那你师傅是谁呀？张副科长是我的师傅。我跟张副科长学习业务，也学夏围棋，也打乒乓球。啊，我们吴科长也指点我。啊，你们两个好，球打不过我，交个徒弟跟我打。哎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位领导啊，教出来徒弟水平怎么样。来来来，小伙子，咱们来吧。 从来没输过这么惨，打得不错。哎呀，这么大话了！是吗？你黄鱼脑袋呀！你这个学生会主席白搭。 一场乒乓球赛给马明上了机关的第一课。正当他忐忑不安之际，没想到事情会峰回路转。今年上半年，那个淮海区建委。 到点成绩的几个项目，完成了几个，没有完成几个，什么原因？这个我们正在统计中，我们根据贾主任年初定的调子。好好好好，我们说我们汇报工作，不能像午休时候打乒乓球那样。吴科长，你是个专业运动员，我是个业余选手，我跟你两个人打球，我能拿七八分已经不错了，是不是？我居然还赢你，还有你，小张。
我急急巴巴赢你两局球啊，还是你让我的？我心里有数啊，是不是？打乒乓球嘛，娱乐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能把打乒乓球的那一套放到工作上面去。要是把打乒乓球那一套放到工作上面去，那就是欺上瞒下，两头骗。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像刚才打乒乓球时把我打得稀里哗啦那个小伙子那样，把真实的水平和真实的情况直接告诉我吗？他叫马明，是我带的，是复兴大学今年刚来的实习生。这个徒弟比你强啊！啊，是啊，他原来是复兴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啊，这样的同志培养培养，雕琢雕琢，将来可能派上大用场啊。 今天贾主任在领导班子会议上夸了你一通，我呢也为你吹了吹风，说你是复兴大学的高材生，学生会主席。小马，好好干，你一定会走到我前面去的。啊，您过奖了。有空我请你喝茶，喝刚上市的太局啊。 小马，我今天中午骂你，你生气了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你骂的对，应该的。哎，小马，你要是有这点认识，这很好。这也就是你啊，换了别人就是想让我去骂他，我还不愿意骂呢。你要知道，上次骂你说明上司没把你当外人，凡是受到相敬如宾待遇的属下，多半都得不到重用。 这凡是受到领导严厉批评，甚至破口大骂的属下，多半都有提拔的空间。我明白。哎，小马，我想问问你啊，我说你还真敢把贾主任打他个一败涂地啊？哎，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也没怎么想。您和吴科长跟我说，要让我为咱们区建委争光，我就上去认真打了。 你呀，真是书生气不改。还好，这吉人自有天相，没捅出大乱子。这个生意是胡思文的吧？ 也许你不知道，我从来不参与，也不干涉我丈夫的生意，尤其是胡思文，就更不行了。我丈夫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恨得咬牙切齿，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你知道的，他一直想动我的脑筋。 有一天，他喝醉酒了，他竟然对我要，他把我的衣服都撕破了。幸好我丈夫及时赶到，他跟胡思文说，如果以后再盯着我，就打断他的狗腿。 这样，对不起，云娜，我不该再来找你。你站住！你帮胡思文做生意，从中会有什么好处？不见得你做雷锋吧？
叶大龙前两天找我说要请我吃饭，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胡思文请客。他提出来要跟我合伙。为您，我愿意。喂。我怎么就不能给你打电话？我有一个老同学，他刚刚做建筑的生意，你关照一下他。行，现在就让他去找你。丽娜，谢谢你。电话我打了，你怎么报答我？我可以把我那一份给你。我嫁给现在的丈夫，只有一个理由：我妈要钱，我们家要钱。如果现在你跟他一样，把钱给我，你说我会要吗？马先生到了，啊，马先生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坐坐。哎，您是抽外烟？啊，谢谢谢谢，我不抽烟。啊，要不喝茶？铁观音、龙井？不用那么麻烦了，我平时也就喝喝菊花茶。啊，哎，罗小姐，给马先生泡一杯上好的杭州台菊。马先生，听说您现在是在政府机关工作啊？我呀，最喜欢和你们这些有学问、有水平的人交朋友了。我太太常说你是她学生时代最优秀的男同学。今天一见，果不其然。朱老板过奖了。哎，当初我荷包瘪瘪，在广州刚刚开始做建筑生意的时候，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娶个上海女人做我的太太。这是我朱金富前世修来的福分啊。每次我带我太太去广东同乡会，那些同乡的老板们都很羡慕我。他们不是羡慕我有多少钱，而是羡慕我长得那么漂亮的一个上海太太。是是是，你太太徐丽娜确实很优秀，在上学的时候也是班里最出色的。可你不知道，我也有苦衷啊。我太太，她不爱我。不会吧，马先生？我今天一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又是我太太的同学，所以啊，我想跟你说些心里话。朱老板想说什么就说。我说的这可是秘密哦，我从来没有对外人说过的秘密哦。你知道我和我太太结婚那天，闹洞房的人走了以后，我喝醉酒的太太抓着我的手，她嘴巴里面念叨的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名字。你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吗？说了或许你也不相信，她念叨这个男人的名字就是你。
好了，大龙，不要看了，签个字就好了呀。哎，代表人。老胡，你可不要挖坑推我往下跳啊！我告诉你啊。哎呀，大龙，你想哪里去了？那就算我挖坑，那马明也能挖坑让你跳吗？就是你少了这套，少拿马明说事情啊！要不是人家马明，你能让我费什么心思啊？啊，能有我韩大龙做，门都没有的。好了好了，大龙，我记你的好，你是我的大恩人，好了吗？哎，签字了，签字了，签就签。你想想看，这种情况，作为一个男人，他心里面有什么想法？可是我原谅了他，因为我爱他。可是我太太呢，对我还是若即若离的。我知道上海女人敢作敢为，为了感情，她什么事情都敢做。朱老板，你应该相信你太太的人格。不管你信不信，大学毕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你太太。是啊，或许你没见过她，可是我太太去过你家，几次在你家门口转悠了又回来了。哼，我知道她心里面还念顾着我。好好好了好了，这些都不说了啊。哎，马先生，你合同带来了吗？这个叶大龙是谁呀？是跟我合伙做生意的朋友，因为我是政府机关人员，不好出面，所以找叶先生签字的。在上海的这个圈子里面，好像是没有叫叶大龙的。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笔生意的真实客户应该是胡思文吧？我知道。姓胡的几次要和我做生意，我他妈的让他门都没进过。于是他就找了你，你又找了我太太，是不是这样，马先生？我太太肯定告诉你，不要以姓胡的名义，而是用你或者别人的名义，是这样子吗？我再怎么去意奉承，我始终得不到这个上海女人的心。上海女人从骨子里面看不起我们这种广东男人。朱老板，你想多了吧？别说那么小的生意了，就大生意让你赚点钱又怎么样？马先生，你第一次上门，我太太就和你联手瞒着我，我心里面很伤心。我很难过。好了，我也不会驳回我太太的面子。这个合同，我签了。可这笔生意我不想做。哎哎哎！对不起，朱老板，这笔生意我真的不想做。哎，马先生，你不和我做这笔生意，我太太会生气的。谢谢朱老板的慷慨了，我是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不是不是，马先生，说实在的，好几次我都想和我太太一起登门拜访，请您赏光吃个饭啊！不是你求我，是我求你，我求你做这笔生意，我求你帮忙啊！马先生，不知道你赏不赏光啊？这个合同，咱小意思啊！
谢谢朱老板。朱老板想让我帮你什么忙？马先生，我最近在竞争一个新的基建项目，我的竞争对手是李老板，以前在你们基建委工作过。你说的是老李？不错，而且这个项目的报批主管是你们张副科长，我想请你约他出来和我吃顿饭或者喝杯茶都行。这个我现在不能答应你，只能试试看。没关系，事成之后我定当重谢。哎哎，马先生稍等一下。马先生，这是购水泥的资金，我一笔付清了。你告诉那个姓胡的，让他按时的送到我指定的厂库。咱们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啊。罗小姐，来，把我那几听上好的杭州胎具给我拿过来。不用了。哎，客户送的，不成敬意。真的不用了。哎，哪里呢？来。哎呀，来，你收着，不用这么客气。而且您不收，你是看不起我。小马，你觉得我们吴科长这个人怎么样？吴，我刚来没几天，也说不上。嗨，没关系，这儿只有你我师徒二人。吴科长这个人办事认真，有板有眼。是我们年轻同志值得学习的对象，只是什么？嗨，你说嘛。只是太过刻板一些，太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业务能力比不上您张科长。你说的可是太对了。哎呀，他跟你我可不同啊，你我这都是大学毕业生，他呢，他原来是打乒乓球的，退役以后来到了我们基建委，快50了还是个科长。我跟你说啊，有一年区委区政府召开新春联谊会，就是我们这位吴科长，哎，那天多喝了两杯，去了趟厕所，迎面看见区长兴匆匆地从一个包厢里出来，来到了厕所，我们吴科长马上上去打招呼啊，哎，区长你好，您亲自上厕所。你看看，你看看，想当官都想疯了。哎，张科长，啊，我给您泡茶。我这里啊，有朋友送的杭州胎菊啊。什么胎菊？哎，这可是菊花茶中的上品啊。不，那张科长要是喜欢，我就送您两件。哎，不不，您您收下，您收下，收下。这怎么好意思？这也是借花献佛。我。哎，谢谢你那位朋友啊，张科长。哎，上品，上品。哎，小马，坐坐，哎，坐坐。小马啊，你还年轻，来日方长。你要知道，中国的干部可是太多了，这密密麻麻一大片。你不主动接近上级，你就永远进入不了他们的视线。你要时刻的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忠诚，你的存在，要让他们知道你是他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人。你知道，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人。张科长说的是。可是啊，这干部当到一定程度，又不能乱找人了，啊，这时候用不用你，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经没多大关系了，哎，主要根据需要。可需要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又是看不见摸不清的这么一个东西。是是是，啊，哎呀，这张科长，有一件事情啊，我想跟您请示一下。嗨，你说呀。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啊，哦，就是送胎菊这个朋友，哦，他是做建筑生意的，他想托我引荐一下，想请您吃个饭。或者喝个茶聊个天也可以。哦，哦。
小马，你刚来纪检委工作，就接受客户的请客吃饭，这可是个危险信号。干我们这行的要记住，啊，永远的要警惕“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现象，要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这才是我党的优良作风。你刚参加工作，我不希望你受到社会上不良习气的影响，要抵挡得住花花绿绿世界的诱惑，不要被糖衣炮弹击中。那两厅开局啊，还给你朋友。老婆，你那老同学马明，我合同已经跟他签了，而且支票马上就开给他了，说不定他现在正在数钱，正在泡靓妹呢。谢谢你啊，帮了我这个忙。老婆，过两天你打个电话给你的马明，约他和我们吃顿饭。我的马明，你说话注意点啊。我朱金富说的就是大实话，你别假撇清了，你心里面巴不得跟他在一起，我明白得很。我是不会打电话的，要打你打。还别瞧不起我，我朱金富虽然小学没毕业，但是给我打工的都是大学生、研究生，我扔块骨头给他们，他们还不摇头摆尾地舔我裤腿啊。你那马明，我让他办事，他还不得屁颠屁颠地帮我办啊。你要是个男人，就把刚才那些话当着马明面说了。怎么睡得着啊？自从你嫁给金夫以后，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妈也是打掉门牙往肚子里咽的，在外人面前我还得说你的丈夫对你怎么怎么好。都怪马明，要不是他，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他真是个丧门星，现在又要来缠你。妈，我想一个人静静，你回去睡觉吧。啊，这是10万块啊，这边是6万，哎，这边是4万，是我的。哎，至于你跟大龙怎么分呢，那是你们的事情啊。来，要不要数一数啊？不用。哎，就是嘛。哎呀，我这个是小钞票，跟你向朱老板介绍的工程比呀，我这都微不足道。他那个项目要是拿下来，那才是大钞票呢。你怎么知道我和朱老板谈工程的事啊？那朱老板买水泥和建材就是为了这个工程做准备的嘛。这个在圈子里不是秘密的。马明啊，介绍项目可是大生意。如果他这个项目啊，要是能拿下来，我向他提供水泥和建材，你管他要介绍费，咱们两个合起伙来狠狠地宰他一刀。我只是帮忙引荐而已，还没有把握呢。再说。大龙，这
这里是6万块钱，都是你的。不行不行，马明，咱们说好了，咱们三个人平分啊。再说，这里面功劳你最大，我不能全拿你的钱。有了这6万块啊，就可以给你妈妈做手术了。拿着。我叶大鹏没白叫你这个兄弟，阿明。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一下啊，胡思文这小子吧，我觉得人不坏啊，但是他不太老实，我怕他把你给骗了。你放心吧，我又不是那么好骗的。不是你不知道，这小子前两天嫖娼被抓了，我找的派出所的人，这才把他给捞出来。你怎么不早和我说呀？一开始我想跟你说，哎，反正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了。还没有睡啊？你不回来我睡得着啊？还没吃吧？我给你热热吃。我吃过了，我今天晚上有些事情在外面应酬，我吃过了。妈，我发工资了，那这是今天刚发的工资，交给你了啊。发工资了，哎呀，哎，你的工资不是80吗？啊。我下班以后又去商店给你买了件丝棉背心，花了30块。哎，你试试看，把这个脱下来。这一件衣服30块啊？你一个月工资也就80，这30就花在这个衣服上面了。哎，什么衣服啊？哎呀，今年最流行的嘛。不行不行，你把它退了，退了。买都已经买了，干嘛要退掉？我不穿这么贵的衣服。哎呀，你看看你身上这件啊，都已经这么薄了。这过去还是我爸爸在菜场卖肉的时候穿的，这么多年了，已经不保暖了。谁说不保暖了？我去年刚刚弹过，放了很多新棉花进去，你赶紧把它退掉，退掉。妈，哎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嘛。我早就想过了，等哪一天我工作了，发了工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你身上这件背心换掉。妈，来来来，起来起来，你穿上试试看嘛。你说你脱掉，脱掉，脱掉，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好好好好，这么贵，你下次跟你商量好不啦？这让人心疼啊！你这30块钱，有多少东西好买呀？30，怎么样啊？暖和吧？好了，去照照镜子吧，我洗脸去了啊。那么早啊，都没享到儿子的福。怎么样啊？我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好看吗？了啊？不让人进去，吩咐过了。为什么呀？我是他的太太，我是这个家的主人。哎，对不起，先生这么吩咐的。哎哎哎，别怕别怕别怕，在那边躺着。朱金夫，你在外面乱搞，我不是不知道，可是我已经忍了。现在你竟然把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家，还躺在我的床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三不四啊，老婆？你以为你清纯啊？就是你太清纯了，所以不会大肚子。
害得我朱金富断子绝孙。你太过分了！我不能生，在我结婚之前我就告诉你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么说？就是因为你，你每次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如果你主动点，何至于此？你这个不会下载的老娘们儿，每天要给我看脸色！你把嘴巴放干净点。干净点？就是因为你彻彻底底的干净，老子才会把他带回来。找马明去是不是？不是又怎么样？这找你找，就不准我找吗？别以为你自己是女皇，戴绿帽子，让老子断子绝孙！老子对你不客气！赵清风，赵清风，你怎么样？怎么样？朱清风，你太欺负人了！今天老子不要了，我跟你拼了！你个死老婆，你滚！对不起你，是妈害了你，把你往火坑里推了。奶奶，你说话呀！妈对不起你，给你找了这么个男人，离开那个男人吧啊！说话呀，你说话呀！都怪那人把你，到现在还要这样缠着你。这次是朱金富缠着你，你别难过，不要紧。奶奶。哎，小马，哎，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送你拍局的朋友，想和我见见聊聊，啊，你就安排好。别人的面子我可以不给，你小马的面子啊，我一定要给。谢谢张科长。客气什么？谁让你是我徒弟呢？啊，是是。张科长今天真的回来了吗？他说了会来。先生，里面请。哎呀哎呀，张科长，哎呀，你让朱母如雷贯耳啊！认识你真是非常荣幸。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小马，你马上根据这份文件做一个结论，然后交给我。要抓紧，最好今天做出来，我明天就要送到检委主任会议上去。哦，好的，我马上就做完。稍等，小马电话。好的。喂。喂，马明啊，我是徐丽娜，今天晚上我跟我先生请你吃饭，请你一定赏光。你可一定要来啊，锦藏文华大酒店，我等你。哎。马先生，
为了我们这次顺利合作，干杯。马明，谢谢你帮我老公，我敬你。马先生，这里有张活期存折，